到底为什么？没可能，你是这样吗？12点退房啊！我的妈，很好吃哎！今天人在西门，要干嘛呢？没错，这里大家有没有熟悉一下？就跟Dito那时候拍摄前练习的地方一样，没错，在西门。今天呢，就是一样也是先小练一下，然后我们下午要到信义区拍摄。少了一个人，所以我们刚刚把四个人的位置重新排过了。今天穿的很香。你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明明是平日下午，这里还可以看起来这么多人？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懒得下去换衣服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就是一个人体的那个更衣间，用两件男生的大外套把他挡住。我们跳完了，然后换完衣服了，现在来到。这里是哪里？哦，藏寿司。没可能，已经这样了。你的礼貌在哪里？这样子。是今天呢，是我出国玩回来的一个礼拜了。没错，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。这一个礼拜呢，其实就是好好的休息，然后整理，以及我有去练舞，但我都没有拍，因为毕竟我拿着相机拍了至少8天，每天都在拍，我需要好好的喘口气跟休息一下，我才能再有那个精力力气呢，重新呢再带给大家新的 vlog， 就像现在。对，我现在呢是来化妆，要来准备拍我的战利品，因为呢这些东西再不拍它就要堆在那。因为我有个毛病，就是如果先把东西收好的话，我就会不然忘记它们了。那我这次就买了很多小东西啊，然后衣服什么的，如果我已经先把衣服归位或小东西送人了，那不就没得拍。所以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我的战利品拍掉，放在这边放了好一段时间了。对，这边就是我的战利品，满满的战利品。然后我也要开始剪我的 vlog 了。对，终于就是回来就都不想要碰影片的东西。因为出国就是这样，出国就是疯狂的拍，然后回来就是一直剪，好饶舌。对，所以我就是有一点还不想碰它。嗯，然后再让它这几天下雨，突然下雨，觉得好烦哦。就是这个气温让我很不能适应，我一回来啊我就起湿疹啊，这边脖子这边的还有一点点痕迹，这边就起湿疹，然后肚子也起湿疹。
多，我就要挖很多给你。等一下准备出门拍照的一个工作，然后今天戴了新帽子，然后呢一样背韩国买的包包，然后还有这个同一家的帆布包，这个是牛仔布料，我觉得很赞。好的，所以我等一下要出门搭车了。对，今天好热哦，天气真的蛮好的，但是真的好热。来到一个超可爱的摄影棚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东西。我今天是来拍照的，他们正在拍摄。好，可以啊。住这个韩居酒店嘛，哎，大家我有拍开箱，这是 vlog， 大家可以去就是等之后的那个旅店开箱，因为我主要是要找泳池的那个场景啊，我想要拍泳衣，我不想要随便拍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嘛，一样啊，就那就一样来住一下旅店，然后跟大家开箱，毕竟你知道吗，我现在。也没有再去台中了，很少很少，频率很低，所以就很少再固定像以前一样这样开箱旅店。然后在台北的话呢，把握这样的机会啦，算是一种对于频道上面的投资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那个我的旅店开箱，我自己是蛮开心的啦，就是当成一个长久性的那种资料库的这种感觉。
好，我已经差不多要到退房时间了。他是12点退房啊，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？我要补充，我要补充。好，总之12点退房，我现在赶快收收东西，要准备去退房，然后我要去吃饭。对，我要在这附近吃饭。新店就是他们搬家然后重新装潢，然后我今天呢是要来护发跟修我的刘海，你看我刘海多长。对，今天来到新的店超漂亮的，偷偷给你们看一下，今天其实是才刚开幕而已，然后因为我要护发，所以呢现在换到这个小房间，但不知道等一下修头发会不会到外面去。总之这里超级美，位置超级多，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真的是有吓到，差很多，而且现在就变成一个平面，就没有上上下下楼梯这样子了，很疗愈耶，这里空间颜色。期待上脸的效果，很开心今天来参加活动，久违的参加活动。早上传了给我，就是他昨天做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辛拉面，然后我就想说我家呢刚好还有一包辛拉面，这是我的库存，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今天晚上就来做一个不一样的辛拉面试试看，然后还准备了肉啊青菜啊，等下来弄一弄，开始吧，来备料。
然后去弄那些调味料，还有蒜头，弄的一个类似拌面炒面的这种感觉，然后还炒了个青菜，煎了颗蛋，然后烫了个肉。我现在来吃吃看了，第一次做不知道会不会失败。这完全变成不是辛拉面的，我的天，很好吃哎，非常好吃哎，天哪！这已经不是辛拉面了，完全大升级。